那么限量有两种，一种叫做真限量，一种叫做事限量。什么叫做真限量呢？那么就圣人就是真限量。什么叫真限量呢？因为没有受到这个相的污染，或者是错觉所影响，也就是说，他直觉不落入观念分别作用的一种直接的经验，像圣人对第一谛的一种可贵的那种体悟，可贵的体悟，直截了当的进入圣人的限量，那是真限量，真正的限量，真正的限量就是说，他没有加上我执、法执，不加分别，也没有颠倒，直接用清净的智性去感受哪一种毕竟空寂。缘起性空的道理，或者是绝对的自性，虽是感性感觉，但是也是一种清净的自性的作用，这个叫做真限量。那我们众生看到呢，都是假限量，就是是相似的相似的限量。我们对这个幻象错觉产生严重的扭曲，就加上观念跟分别。我们去认识这种东西，实在是一种错误的。但是我们习惯于错误的思维模式，我们把自己固定在一种范畴，这个叫做看到的叫做视线量，视线量。比如说，我们对一件事情，比如说金钱，那么金钱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知道金钱很好，但是有一天我们撒手西归了，金钱没有作用。它只是短暂的，只是短暂的。那么圣人来讲呢，看这个金银财宝啊，或者是钻石啊，如同粪土啊。也可是凡夫看到这个，矢志不犯。所以圣人看到真限量，他就一切内外无所住。那么凡夫啊，看到的是假限量。是每天呢纷扰纷乱不已，纷乱不已。你圣人呢，他透视了整个生命跟宇宙，你要叫他动一个念头，他不可能。你要凡夫啊，要叫他停止下来也不可能，他停不下来，他没有办法。所以说，压得干的是安呢，压得干的是安呢，他停不下来。你叫他不分别，不安上这个长短方言。我执法执不安上分别，但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啊，我们来了解这个限量，迷于这个限量，则祸苦纷难，我们就迷惑了那么苦就接着而来。在这个佛学里面，苦有两种等号，第一个，苦跟欲望画上等号。欲望越强，五欲六尘的这个欲望越强，它的苦就一定越重。第二个分别心越强，简单讲，禅宗讲的动念越强，它的苦是一定深受其害。两种情形，苦是没有办法停止的。你说我们今天呢，为了一件小事情啊，这样一直放不下，一直在是非善恶对立，这样一直困扰的，就知道这个人的苦没办法平息，没有办法平息的。那这种又必须本身自己去体悟，凡夫没有办法体悟到像圣人一样说他要过天下太平的日子，不可能。那么圣人呢，就很灵敏他。很灵敏他所以我们的起心动念呢，动念即苦，就动念即乖，也就动到那个执着的念头，那就违背了天真的自信，苦就一定会来到的，苦就一定等着我们。所以说祸苦纷然，悟到真性之空明阔彻，阔就是阔彻就是广阔然后透彻。我们悟到清净的自性空
又清明啊，又广阔又透彻。虽然即心即佛，为正者方知啊，这个就是为正者方知，就是一定要自内证的功夫。修习佛道就不是谈一谈可以了、可以解决的问题。这种修习佛道了生死是必须亲自去品尝那一种啊，自性相应的，你才会品尝到涅槃的气息。为正者方知，然有正有知啊。如果有修正，如果有知，有这个觉知，意思就是你加上一个有，有正有知，那就不是天真的自信，则慧日沉没于有。因为法性真空，本不生本不灭，没有所谓的有啊，有就变成造作，造作啊，有正有知，那么我们智慧啊，就会沉没在一个有的角度来说，有地就是落入这个有。如果说哎，无照无物，那跟凡夫一样了。凡夫每天呢，他不照也不悟了，那以为这样无照无物就跟佛一样，那就大错特错了，是不是？这昏云掩蔽空门啊，空并不是说无照无物，不是凡夫的不去观照，也不去觉悟，那这样子空性的这个思想，他完全不能够体悟啊，那么就是。昏云呢、掩蔽，掩蔽就是掩盖遮蔽在这个空门，说修行也不对落入有门，说不修行也不对落入于、这个障蔽在这个空门。这底下说，但一念不生呢、前后即断。好，这一念呢、就没有前念没有后念，就当体即空，即心即佛啊，前后即断，就是这个生灭的心呢、就断除了。照体独立，照体就是我们的觉性啊，就很清楚的显现存在在那个地方。我皆如啊，因为你不强加分别了知，自性本来具足有知，那么这个就是如咯啊，一切天地万物啊，都是那么样的洒脱自在。直照心源，一个修行人的直截了当，我们就必须要用觉性下这个心的根本下手。无智无德啊，不取不舍啊，那么无对无修，无对就是没有对治，无修就是没有休息啊，无休息。然迷悟啊，更依真妄相待啊，因为有迷所以讲悟，因为有悟所以才讲迷。其实这两个都是对立的啊，其实也是没有所谓的悟了啊，绝对的东西啊不立对立的啊，所以说这个迷悟是依照真心跟妄心来相对来说的，意思就是这样说也不正确了啊，因为本不生本不灭的东西是因为迷才立一个悟，如果执着一个悟又变成迷了，哎，所以迷悟啊是依靠真心跟妄心、相对立所说的。若求真去妄，如果你想要求一个真心啊，拼命的把这个妄念呢要把它除掉，这意思就是有那么一回事情呢，他不晓得妄本无根呢、妄歇真就显了。如避影以劳形，避就是逃避了，就像逃避这个影子啊，啊，劳就是劳动啊，这个形体啊，劳动这个形体拼命的跑，拼命的跑，怎么样？希望啊看不到影子，那怎么可能？你在大太阳底下，不管你跑到哪里，跑到哪里，你就是日正当中，它的影子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求一个真心，就拼命要去除一个妄心，此真也是妄，你是避免不了的，避免不了这种妄心的干扰的。
意思就是，如果你在太阳底下拼命的跑，劳动你的身体，想要怎么样看不到自己的影子，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意思就是这样，用这样求道的心是绝对错误的。现前一念，本不生，本不灭。你只要淡离一切境界，无心，清净的自性自然显现。啊，底下说，若体妄即真呢、啊？若体就是体悟啊。如果你体悟到这个妄心呢、啊，啊，当下本空，当下就是真心，不离本处。啊，真妄不二吗？啊，是处因而影灭啊！你要消使你的影子消除，很简单，你跑到阴暗的地方，你的影子自己就灭掉了。你要体悟到这个真心啊，你不必求真，也不必去妄，你了妄即真，就显现出来。意思就是，你想要除掉这个妄心啊。不需要离开在当初，妄的本身就是真，所以你体悟到妄心当下就是真心，就像处在阴暗的地方，影子自然就灭掉了。修道也是这样子啊。底下这八个字啊，啊，一百分呢、啊。若无心妄造啊，这万雷都捐。哎、啊。无心就是道，如果无心妄造，妄就放下那个能所的观照，那么这万累，累就是负担了、啊、捐就是消除万累 啊这个累就是负担牵挂啊，通通当下就消除。意思是说，如果你无心而放下这种能所之照，那么就是进入绝对的真空状态，那么所有的负担牵挂都当下就消除了。若任运即知，这重行缘起啊，如果任运就是缘起啊，你随着一切的缘起当下悟到啊，即知也就是说啊，入于大极灭的体用，那么这重行缘起啊、嗯、一切的造作通通是毕竟空寂，所以毕竟空寂一体起用，那、啊、这妙用现前，这众行就圆满了。因为你用清净智性在造作嘛，啊，虽造作有无所造作，啊，方便说造作，放旷任去气住，放旷就是逍遥自在，心量广大了，啊，任其去住，随一切因缘的去住。都无碍，境界见其源流啊，境界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哎，静静的照射千地万物而不动。它的根本源流就是根本，修习佛道的人开悟见佛性是根本，见真如自性是根本。语目不是玄微啊，哎，你讲话或者是沉默，你不失这个悠闲微妙，意思就是指佛法的妙道通通在这个佛性里面，佛性里面啊，玄妙就是啊，玄就是不可思议啦，妙就是微妙啦，玄就是悠闲微妙啦，是指佛法妙道啦，动静起离法界呀 啊我们在这个世间呢、啊，不是动就是静嘛，对不对？这个动静啊，哪里有离开法界？法界就是一真呢、啊，法界就是一真，就是绝对的意思，就是毕竟空的意思。不管你是动态，当体即空；不管你是静态，也是当体即空。怎么会离开毕竟空寂的一真法界呢？言直之双望之极呀、啊。论观这双照即知啊，啊，这个是指证悟的人的功夫，因为止跟观呢是，天台的也初步的功夫，但是一个修行到绝对的思想的时候，如果论到这个定，止就是定，这个定是从本性的定出来的，啊，本性的定，那么双望
知是作用，即是体，意思就是当我们悟到自性的定力的时候，我们没有所谓的啊这个表象上的定，而是说不管你是体是用，它都在定。知就是作用，即就是体，那么这个体跟用都是建立在自性的定。换句话说，虽然说只是一种定，但其实就是本性的定，本性的定。就算你起作用的知，它还是定。论观呢？论观照本来是能观所观嘛，啊！但是如果是从本性下手的观呢，我们无论呢、啊、即啊，就是双照，无论是即或是知，就是体或者是用，它通通无所谓的观。啊、它能够起观的作用，以及论观之双照，双照就是一体起用啊，一体起用叫做照啊。那么是这样子来讲的话，上面是指就是站在本体的角度，你不管是知不管是即，通通是绝对的本体，就算你知的作用还是绝对的本体啊，这是指的啊。那么站在观的角度呢，起作用，站在起作用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即跟知它通通是妙用，不管你是大即灭的本体，它还是妙用。知它妙用本身来讲，虽然是妙用，还是不离体，愚正不可示人。讲到正悟的境界是没有办法向人家开示的，向人家指示或者是显示出来的啊。说理是非正不了，说到这个一真法界之理啊，毕竟空的这个理啊，是没有正悟，是没有办法去体悟去了解的。不及无及啊，真知是无知啊，你悟到一个极灭是无极，就是也不能执着有一个极灭啊，否则的话就不是真正的极灭了，就是悟极无极。你悟到了真正的极灭，你是不会执着有一个极灭变成一种观念的。你真正的知，清净的自性本自有知啊，无知就不可以安排安上一个知。真知是无知的，真知是不可以加上另外一个知的，就头上安头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知跟即是不二的一心呢、啊。气空有双融的中道，哎，气空有双融的中道，无住无着，莫摄莫收，是非两忘。修习佛道的话，啊，就这几个字就够你用一生一世的。无住无着，莫摄莫收，也不必的刻意的去摄受，也不必的刻意的去放。怎么样？底下这个是非两忘，在这个世间，什么叫做是呢？什么叫做非呢？如果你的道理很对，你内心起烦恼，就是对，你也是非。为什么？你不能解脱生死吗？今天不管你的理由有多充足，也许你是对的，可是你活得很烦恼，你也是非哦，是不是？那如果一个圣者受尽委屈，看人家侮辱攻击诽谤，他看起来好像很委屈，可是他内心里面如如不动，他一切对他来讲好像是非，可是对他清净自性来讲，他是解脱自在，他是是咯。是跟非跟这个清净自性是了不相干，了不相干。那我们放下这个是跟非啊，我们就是真正一个修行的人，能所双觉，能所啊通通空性。这个觉字呢也放下，思觉意解，思就是指这个绝对的思想也必须要放下，因为啊这不是一种观念，是真实境。般若就自然现前，般若自然现前啊。这个般若非心外心生的啦，
啊，自性乃是本来就具足。26页，然本即不能自见呢、啊，本来一片空寂啊，我们自己见不到。实是由般若之功啊，般若之功啊。那么般若跟这个自性啊，翻覆相成，是相辅相成呢、啊。本质自意始终啊，这个终啊打错了，是始修啊啊，就我们本来的智慧跟开始修行下手啊，这个终改成修行的修字。我们本来的智慧跟这个开始修行啊是没有什么两个体的，是两体双绝，哎，没有两个体性，哎，通通是绝代的。所以啊，真正彻悟的人啊，禅的修行啊，下手就是终点，终点就是起点。哎，因为绝对就是这样子。正入则妙觉圆明啊，悟本就是悟到这个本心呢、啊，这因果交彻。为什么？在开悟的人来讲，因地心就是不生不灭，果地觉也是不生不灭。因地心的不生不灭跟果地劫不生不灭有什么两样？都是一样啊，所以叫做因果交彻，应该果海，果彻因缘，这个叫做因果交彻。意思什么叫交彻？因地心就通果地劫，果地劫就不离因地心。这个华严特别的分析的啊，详尽，哎，详尽是不读华严呢、啊，不知佛门的富贵啊，不知佛门的富贵啊。啊，我们呢即将开演这个《华严经》啊，诸位啊，也不要缺席，啊，不要缺席。就像人家在智者大师临命终的时候念的《南无妙法莲华经》啊，三称呢、啊，哎，那我们呢要每次讲《华严经》啊，都要念呢、啊，南无啊，这个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南无华严会上佛菩萨，每次啊上课都每次念三句啊。就中了大圣了啊，根气了，根性了啊。那么这个华严是经王，经王啊，哎，一切是第十二因缘六度什么通通包括在内了啊，通通包括在内啊。所以他下手就是终点，终点就是起点，就是因果交彻，心心作佛，心心作佛啊。是无一心而非佛心呐、啊，处处正真，无一尘而非佛果啊，真妄物我，举一全收啊，真妄物我，什么是真心？什么是妄心？当体即空啊，物我一切的众生呐、啊，还有或者是我啊，你举一全收，就是你随便哪在哪一个角度啊，它都是绝对，举一全收，哪里都是绝对。叫做举一全收，一微尘就是一切。为什么一微尘就是绝对？是不是？毕竟空没有分来去向，那么哪里都是毕竟空。绝对的佛性在任何时间空间都可以显现出来的，只要你悟到举一全收，心佛众生呢、啊，并然其智啊，并然就是明显的。其智就是啊，其一平等呢、啊，心佛众生都是平等啊。底下这个迷，如果你迷惑了，这人随法，虽然听经闻法听了好几年了、啊，可是你迷惑了啊。人随着这个法，因为法不跟人了，法要跟人，你就学以致用，你本身有消化嘛，对不对？法随人是圣者。啊、我们现在不是这样，人随法，供跟他来供咧，啊，做会搞啊，做会搞啊，都供归供啊，你啊，这讲归讲啊，哈、哦，听归听啊，烦恼还是在啦，这个叫做人随法。我们的人呢、啊，随着这个法，哎，我们没有办法消化，没有办法消化，哎，一个学佛学了好几年的人，竟然活得这么痛苦啊！就像释迦牟尼佛在《涅槃经》里面讲的、啊。啊，就是什么？一个小孩子啊，要喂这个乳啊，你要看他的胃啊，看他能喂多少奶啊，他能不能消化呀？他要不能消化的话呀，要慢慢来，
所以师父就告诉你，重复的熏习很重要，重复的熏习很重要。你要把上课当作是一种你的一生的责任跟义务，当作是一种享受 ，enjoying 一种享受，一种喜悦啊，一种智慧的祈祷，看作我们比生命更重要的。那么我们对听法就是一种享受了，哎，因为我们现在是人随于法了，还不得自在嘛，哎，那么说法法万差，而人不同啊。啊，每一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啊，法法有千差万别啦，是不是？那么哦，这法随于人呢、啊。如果你大彻大悟了，像佛陀一样，他的看法跟诸佛啊，过去、现在、未来的佛看法通通一样。悟这法随人，一个大彻大悟的人了啊，法他消化了，他化作一种智慧的力量，智慧的一力量啊。一起没去起死的呀，动死的呀，但你法不流通，不自用，就像一潭死水一样的啦。物质法随人呐、啊，人人是一致啊，大家都是平等的自性啊，没什么两心呐、啊，而融万境啊，而融入万境。为什么？哎，千差万别的境界，它通通是清净自性的地方。山林水下溪边啊，乃至吵杂的啊市集，它通通是开悟的圣者的心，它都如如不动的。所以圣人他没事的，只有凡夫是每天都有事啊。圣人他哪里有什么事情呢？融万境呢？言穷律竭呀、啊！啊，言就是言穷，就不可言喻呀、啊；律竭就是不可思议。哎，言穷律竭啊！我们要讲话没办法形容，我们要去思维没办法思维，因为离思是心言相啊。何果何因？在这里意思就是什么是果，什么是因？为什么？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果本身就是绝对的本体啊。你说什么叫做果，什么叫做因？这句话的意思是要你契入啊本体的绝对，而不是说没有果没有因啊。何果何因？意思就是什么是果？什么是因？什么是因？比如说，哎，一个苹果，说苹果啊，这是果啊，苹果里面呢，哎，它有种子的，它里面也有因呢。前一秒钟，这水果跟后一秒钟的水果是怎么样？是果是因，对不对？好，站在前后的因果来讲的话，啊，它是因也是果；站在绝对的本体来讲的话，它当体即空。意思就是你能够体会到果，你能够体会到因本身通通是绝对的本体的展现吗？就是不生不灭的本体吗？我们体会得出来吗？那这体本即了，我们的体啊，我们的心性啊，本来就是极净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的。孰同孰异啊，什么是相同，什么是不同呢？为忘怀虚染，你要怎么修行呢？忘怀就是放下，忘掉心中的执着的念，就是忘怀。嗯，忘怀，这里我们所讲的忘怀，不是世间的忘怀。哎，请你不要把我忘怀。那个世间的那个，在这里不是啊，要放下，忘掉心中的念头。执着的念头，虚朗，虚就是虚极，虚极空的意思，开朗啊，就是妙用现前。我们放下这些不必要的自我分别的相的困扰，然后我们空出绝对的心性来包容一切看法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让我们大用现前啊，大丈夫应当如是嘛。你想成佛，不想成佛就没话说了。我们想成佛做主啊，就应当这样子，就应当这样子啊，把这个心啊空出来，使彼此之间更有转还的余地，更有转还的余地。消就是消除，息呢啊就是平止啊，消息就消除了，平息了，从容啊。从就是说从容的意思，就是说啊，
空寂圆融，消除分别心，熄灭这个我执啊，使这个这个法啊充融，使这个法空寂圆融。其由透水月花虚而可见，哎呀，透视的水，就是在水中的月亮映照在水中的月亮啊，这水一干净的话，哦，那这个水啊，由透水月月花，现在虚而可见，很清楚的。无心镜像啊，照而常空。你但无心于万物，无所执着。分别或者颠倒心、颠倒见，通通没有。好人，好人本质生灭，不关我的生死；坏人，坏人本质生灭，也不关我的生死。如实知、如实见，这样清清楚楚的看，与我生死了不相干，与我们生死了不相干。所以圣人他会很灵敏同情这个凡夫，一变为鬼，我躲变为鬼，对不对？他自己本身烦恼啊，不看到动外境一个境界还是烦恼啊。他若是跟非，非跟是，有一个人问师父说：“师父，这个佛法里面既然这样讲，世间是无常，没有绝对的对，没有绝对的错，请问师父，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很简单，放得下，通通叫做是。放不下，通通叫做非；解脱自在叫做是；万想烦恼叫做非，就这样子。你问你的心呢？对这个相、假相缘起的执着程度，你放得下，天地万物通通是啊，哪里不是呢？是不是？人家欺负你，你欢喜接受啊；人家谩骂你，你觉得是真上缘啊。你生长在一个不好的父亲、不好的母亲，你认为，他这是我的善知识哦。你身体身上啊种种的病苦，你会觉得，我这样从体会真理。要是你身体强壮，是我正这个时候看还好，听经闻法，有个好的身体。要是一个圣者的话，这种心呐、是不管什么境界，它通通是真善美。他的心就是真善美的世界。多么美好，多么平静的，外面的世界是风风雨雨，他的这个世界是平静的不得了，没事哦，平静的不得了，不会很困难呐、不会很困难啊？为什么无心呢？就像镜的像一样的无心，他虽照天地万物，可是他不着啊，你粘不住他呢。照而常空啊，虽然起作用啊，但是一切都是毕竟空寂啊，空寂啊。底下的中净录结出，中净录啊，中净录共一百卷啊，是有名啊延寿大师啊所写的啊。有名延寿大师是西元904到975。他是在宋太祖建隆二年所完成的，说在大正藏第48册中经录广说大圣经论60部，以及印度中国的圣贤300人的著作等汇编而成。它的内容详述诸佛的大义跟经论的正宗。前书这个立论重在顿悟跟圆修。所以这个中净录里面有八个字啊，记住八个字就了解中净录整个的大纲。这八个字就是禅尊达摩教尊贤首在禅就心性方面遵守达摩大师的顿悟那么教尊贤首，贤首就是华严宗，就贤首国师了教尊贤首就是这个教下与遵守的是贤首宗，贤首宗就是圆修圆满的修行，就是贤首宗。华严宗就是圆满，这个出发心即成正解，应该果海，果彻因缘所以禅尊达摩教尊贤首，就是中净录的整部就是要修行依据达摩大师的顿悟
啊，那么要修行啊，依据华严的圆满修行，这是他的中心思想。哎，就是啊，在这开示我们禅跟教是一致的，不可以分呢 啊禅跟教是划分开来的，是不可以这样子的。这中净路啊，禅尊达摩，教尊贤首，这是整个中净路永明延寿大师的宗旨。先德云啊，古先圣怎么说？说未念之时啊，还没有起念的时候，念的未生呢、啊。所以未生就是不有啊，不有之法就是不有，就是未念呐、啊，没有起念就是无自相啦啊。那么已念呢，就是没有自体啦。哎，未念就是这样子啦。不有之法就是未念，没有起念的时候啊，也无自相，就是、啊、没有这种相可以得。现在之念是从因缘而生。哎，前面跑了一只老虎出来，哎，动一个念头，哎，恐惧感，是吧？哎，前面人家开了一辆车子，宾士轿车来给送给你，哎，欢喜不得了，哎，这心的好坏呀、啊，这都是从因缘而生。这现在之念是从缘就是境啊，因为境界而引生我们的动念。念若自由，不应待缘。如果这个妄想是自己存在的话呢，就不应当等待这个外缘了、啊。因为你必须等待这个外缘，所以就没有什么自体可言了、啊。哎，因为你要借重着外在的缘在起这个动念嘛，那表示说没有自体。所以知道心无自性啊，缘起即空啊。我们这颗心呢，没有自体性，哎。现在的念也是一样的，你现在动这个念头也没有自体性，是不是？心无自性啊，意思就是因为你必须借着因缘而起心动念嘛，所以心并没有自体啊。那么缘起就是空啊，就是不可得啊。简单说，我们现在所有的妄想执着，这个都是多余的痛苦啊，本不生、本不灭的东西。如意断其流，流就是生灭啊。如果你想要断掉这个生灭法呢，但塞其缘，缘就是、啊、源头，要从源头下手啦。所以一免其生，单断其根，不用多功啦。你想要啊，不使念头生起来，你只要从根本下手，根不需要，就不用费太多太费力啦，不用多功，就是不必太费力啦，最为醒要，那么最直截了当的啦。所以通心力你们这么说了啊，服从心服，服就是捆绑，这捆绑是自己的心无明妄想执着，哎，心服解就从心去解啊，解铃还得系铃人嘛，就是服解从心，捆绑你的是你的心的。能够解开的是你的波的智慧，这还是你这颗心呢、哦？没有两颗心呢、哦？哎，是福解从心呢，不关于处啊，不关于处了。你说，哎呀，你以前呢、啊、受到这个感情的束缚，或者人情世故的束缚，哎呀，困扰的不得了。有一天呢，你想开了，你还是那颗心呢、啊，人还是一样一个人，一样心还是这样子啊。那没什么两样啊，对不对？没什么两样啊，还是一样啊。哎，是我昨天呢、啊，哎，接到一封信呢、啊。哦，他写信来感谢师父，感谢的不得了。啊，他说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哎，他说有一次啊，到日月潭啊，去旅行啊。哎，在一个道场里面拿到一卷录音带，师父开示录音带。他拿回去啊，一听了以后，我发现很好，很好。以后我就开始啊，跑来文殊讲堂，拿着这个开示录啊，整整这个书柜，哎，又买了很多录音带啊，听了以后非常的受益，感恩呐、啊。那时候师父救了他一命啊，他活得非常痛苦之余啊，本来是不想活下去了，哎，他现在啊，
又去跑去林口体育馆，就是他说他跑去林口体育馆，听了以后啊，他师父讲到善恶不恶啊，菩提烦恼不恶，生死涅槃不恶啊，不恶啊，不是像那个啊，哎，小孩子他听不懂啊，这小孩子听不懂，讲善恶不恶，不恶的不要啊，囡仔听无哦，不恶一个动作不要啊。啊，不恶心，没有两个心。那、啊、你想想看，他在还没有碰到师父的这个因缘，这个法的因缘，活得那么痛苦，他现在解脱，快乐的不得了，他很感很感恩，特别写一封信来感谢师父。哎，他也是一样这颗心呢、啊，是不是？所以不关一处。啊，出药之术就出离生死啊！哎呀，我有关心的，就好好的微密的关照，哎，还好的微密关照，哎，关照关心呢、啊，啊，关心得物啊，一切俱了啊！有一个居士啊，来问师父：“哎呀，师父啊，我要想修行啊。”可是我这个腿啊，一盘坐起来就酸啊，就痛啊，如何的修行呢？哎呀，我说呀，你还有腿啊，盘起来会酸会麻呢，那万一那个严重重度残障，两腿都没有了，他不要修行了。那没有腿的人怎么打坐？修行哪里用腿的？哦，他说，嗯，对哦，对哦。那师父怎么修行呢？很简单，四个字。微密观照，微密观照，莫让烦恼得逞，莫让烦恼得逞，慢慢的去体悟啊！一刚开始啊，因为我们都顺从己意嘛，我们会一直很抗拒，一直很抗拒，调伏不了自己，我们一直抗拒哦，一直抗拒，慢慢的一次、两次、三次，直截了当这微密的观照，哎呀，你根本不要打坐，你是。行住坐卧通通是像现在的人像那个唐一贤讲的他讲的非常有道理、哦、这唐一贤讲的我是真的很赞叹这个唐一贤居士他说现在有的人要讲打禅、啊、打禅期、啊、他说你多久打一次禅期打的一个月啊，好吧一个月打一次禅期那就是四分之一，一年就是三个月打禅期的。那唐玉玄问呢、啊？他说：“那其他九个月怎么办？”他古时候的人哪里有这样子的？啊，那禅期的时候叫做修行，那平常九个月就造业咯不，唐玉玄居士就说：“禅期是后来的人一种方便的，不是说不好，集中精神来禅。”唐一贤说什么是禅是行住坐卧通通一直关照那颗心叫做禅是二六十中看得死死的就像来果禅师一样的修行法中来果禅师的修行是怎么样他在一参禅下去你跟他擦身而过他不晓得你是谁的呀他就一直这样的一直这样参的你这样走过去来果禅师他不跟你打招呼的他也不晓得对方是谁为什么他守住这个念头就一定要突破这个生死一定要打破这个黑气筒打破这个黑气筒唐一贤说这个叫做禅啊这个叫做禅啊啊那么集中时间来打个禅机那其他时间你做什么禅哪里是这样子的、嗯、很有道理啊非常有道理了、啊不是说我进禅堂打个禅期这叫做修行那其他时间你干什么那就不叫修行啊不是的关心微密的关照微密的关照莫让烦恼得逞、啊、烦恼得逞你就一定生死的记住你今天做得了主你生死就有把握你今天做不了主你生死就根本没有把握记住我的话这一句不是佛讲这是我讲的你现在你很有把握一切万象天地万物什么吃亏啊什么诽谤批评是非到这里通通没有来你看你多高你多高说你不好对我都不好一点作用都没有我不能说你得罪多高说你来说我听看看看你多高说
对不对？如果你讲到我的生死我自己负责，你那得烦恼啊。如果你讲到别人，别人的生死跟我不相关，我不需要听。大姑嘛，OK，我就不讲啥。这个啊，来我跟你讲一个秘密，世间的秘密就是凡是非念，你有什么秘密啊？我讲，我来跟你讲，哎，师父要跟你讲秘密，你就我就有影有秘密啦。你别靠什么秘密，我才有秘密啦。我就本性的秘密，我跟你讲啊。你别靠什么秘密，去讲嘛是非念，不是长就是短啊。我来，我跟你讲什么秘密？那就是人世间靠什么秘密？你都讲我都不爱话去嘞，对不？所以说啊，观心得悟，一切寂寥，一切寂寥。是故智者，先当观心，观心得静啊。观照我们这颗心呐、啊，它才能够得到清净啊。反观自心是痴狂不实，我们被这个假象骗得一团糟，骗得一团糟，如画如幻如化，对不对？照扰不住啊，照就是急躁，扰就是纷乱了、啊，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安住了，就像猿猴猴子一样啊，腾要奔驰啊，腾就是奔驰，奔驰要。啊，那奔驰啊，跳动不定，没办法，定不下来，苦不堪言，是不是？奔驰啊，头啊，跳跃，跳跃，这一切的众生就是这样子了，一切的众生就是这样子了。你到日本去看，那很不可思议的，日本去看，啊，他很不可思议的，他们那个日本啊，很奇怪的，这个人妖特别多，人妖。这一个正常人哦，这日本人很奇怪了。一个正常的男人哦，他就会化妆变成女人，他就大街小巷这样走。我这个是看那个日本的这个报道啊，日本现在病得很严重，非常严重，他们的生活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紧张。全世界日本人带的胃病是最严重的，日本人的胃病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日本的胃药也是世界上最好的。你不能胃油啊，也是世界上最好的。生活是紧张，这个日本的女孩子，她们没有什么道德保守的观念，没有的。她们现在的观念就是怎么样，出名，出名。如果一个导演，他在路上走路，他看到这个很漂亮的小姐，她的身材可以，他会走进来就跟你搭讪，我要跟你拍三级片的，你愿不愿意？他支票就马上开给你。你要不要拍？啊，打开嘛呗，对不对？拍写真集，拍写真集。哎，他为什么拍写真集？哎，他说我拍这个写真集要给什么看？要给我爸爸看。女儿拍写真集给爸爸看，因为爸爸不晓得她的身材那么好。哎，还有就是，人家问他说你拍写真集要给谁看？给我阿公看。你不这个日本啊，这个病得很严重吗？很不可思议哦。然后他的男人呢，就化妆成女人，男人就化妆成女人。真的就是这样子哦，人妖哦，是你说他是不是要人妖？他又不是，他就喜欢扮演女人，哎，讲话很嗲气，哎，很嗲气的，啊，哎，很严重了是吧？台湾的还没有这么严重，啊，所以他们这个心呢，就是不晓得怎么办啊。那么日本人呢，10个里面呢，至少有3个4个一半以上。通通要去美容的，美容啊，美容啊，他们这个美容啊是世界上有名的，有名的。所以说，我们人的活得很啊，非常的纳闷，或者是很烦恼的时候，我们没有所依靠，我们都希望借着肉体呀、啊，借着什么啊来凸显一下，凸显一下。哎，所以是日本的电视啊，有时候也不太能够看。哎，像那个志村啊，爆笑剧场啊，他那在台湾那某些地方，他都不能让你演的，他们上空的，这上面都不穿的。那 我一摆电视看到我也惊一嘞，啊，这个日本怎么开放，吓死人了！你这电视台里面呢，这里有志村爆笑剧场啊，给出来用一个道具，那个道具哪呢？我不敢讲。男孩子的道具啊，你看到你台湾的嘛，看到你就是变给，对不对啊？所以这日本这个国家哟，很不可思议啊。
因此我们晓得不只是日本，只要我们内在的空虚，活着没有什么意义啊，不是讲事就是讲非，要不然就是来我们去吃东西，要不然就看电影，要不然爬山，要去出国，走来走去，走到最后呢茫茫然，烦恼还是在啊。的确又如野马无始无名历劫流浪，不知何由得出，你怎么样出呢？所以要下一番功夫啊，以习气斗战啊，要下一番功夫啊。啊，你让我执着我就不执着，对不对？拼拼看啊，学习放下了，慢慢的调伏。若能如是关心过患，又退诸境啊。啊，关心啊，那就是关照这个心的关心，观察我们心的这个过失和伤害啊，是来自于怎么样种种的境界。推就是思维啊，因为境界现前，我们克制不住，是不是？哎，这个人对我好啊，他所想什么，我他所讲的话，我通通相信他。你给我维基 CD 你知啊，这个人对我不好，他是真的好意，一片好意，我不能接受，要变成敌人，对不对？为什么？我的心中没有真理啊，只有人情啊。我们的众生的心中只有人情，他没有真理啊。哎，这跟你敌对的朋友，他是要你好的，对不对？哦，啊，这个，规天来讲咱，那关来是要爱护咱事业啊，啊，结果咱，咱对这个去啊，无对这个来，思维境界一线前，我们做不了主，我们做不了主，也是一样的啊。境无自性，我们再分析看这个境界呢，它是缘起性空，由见而有，不见即无啊。见就是执着啊，执着。由见而有，就是安住的知见立志，叫做见。那由见而有，我们的五浊恶世里面的见浊、劫浊、见浊、众生浊、命浊，对不对？啊，这个见而有，有安排看法的意思。你有因为产生种种的分别，这个见也可以说是我执，也可以说是一种分别，也可以说是知见立志，因为我们的分别心而产生了种种的过患。不见即无，如果你没有这颗分别心，我执我见的心，那就解决啊。你的痛苦从哪里来？不是我执来吗？我们的痛苦从哪里来？不是我执我见来吗？坚持自己的看法，那痛苦一定到的，一定到的。像我没有什么看法，我徒弟一言以来，我们很欢迎，在家居士也是一样啊，大门都是敞开着的，二六十中都是这样子的。我没有什么看法，哎呀，说师父啊，某某比丘要离开讲堂了，我也没有什么看法呀、啊，来也没来相，去也没去相啊，就有一年我给你最好的这个环境嘛，是不是？给你最好的环境，啊，你哪边出去你就哭噜啊，所以。我们把福利做好，我们把福利做好，我们有法有饮食啊，这就不是看我了，看我了哈、啊。看上来比丘啊，哦，要出去啊，哦，要出去，书嘛会考。我讲我像你安尼，我咧大家出去，大家考，我怎考试？我干那考得死啊！我大家出去，大家考，我们你个大家欢喜啊，出去大家考啊，完呢，是不是啊？呢，来无来相，去无去相，来去你们都是自在的。你们这些在家居士也是这样啊，在家居士也是这样啊，一定的。你说道场，他们有的人是护法，那护法怎么样抢信徒啊？他们呢想尽办法要留这个信徒，想尽办法啊，而这信徒就跑去别的地方去听课，哎，招去干督，去监督啊，这个是护法嘛？弘法。法啊，弘法，讲法者无法可说，说法者无法可说，传法者无法可传，听法的无法可听，是名护法。这叫是今天的佛法。如果没有悟道，竟无自性，没有来气，没有生灭相，你护什么法？所有的通通是生灭的东西，那个叫做功德吗？没有开采清净的自性，来气在真是真非真信徒真前。你在搞什么啊？那叫护法呀。